的成为我们这个 C919 啊首飞的这个飞行员，我感觉荣耀感非常的强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成为这个历史的一个见证者，也是这个历史中的一员。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重大。南航呢，无论是从飞行，还是从空地联动，以及所有的部门，在通力合作，全力的保障我们这个 C919这个商业运行。今天呢，我们在机场各个地方都设立了打卡点，包括我们前面的吸引旅客办理会员的一个柜台，我们在自助区也设立了一个打卡点。我们今天在E区的7号跟8号设立我们专属的柜台，也在前面有设立滚屏，来吸引更多的旅客来到我们柜台来办理手续。那今天只要是在我们柜台办理手续、办理登机牌的旅客，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一张属于自己的专属的 C919的登机牌来以作纪念。如果您是自助直接的旅客啊，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在自助柜台也为大家派发定制的明信片，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更好的来加入到我们今天的首航活动。